这人我在古庙囚笼见过，看来那些挪舞人刚刚来过。恩公，此人手里似乎还有东西。 是他们，快追！
斩灭巨龙，一众怨灵灰飞烟灭，小雨和兰香获救，二人告别兰香，一起踏上寻找消亡之路。小玉带着陆云川来到了明州城，此城依山面海，众妖聚集，凡人非受妖族之引无法寻到。二人此行拜访狐妖白尘，望得到消亡的下落。奴家小玉拜见前辈，这位是我恩公陆云川。恩公，这位前辈名唤白尘，神通广大，无所不知。不敢当，不过是朋友多，能打听一些事罢了。这位大侠是苍山斩妖人吧？在下已是弃徒，如今云游四处，正在寻找萧王的下落。陆阁下愿告知一二。本座与萧王素无瓜葛，你们来这打听，再去找他的晦气。当初萧王在岐山清除异己，奴家的父母也遭了毒手，只有奴家侥幸逃脱，逃下山的途中又被人逮住，幸得恩公出面保全，才得以活命。想不到岐山一事也有我族同胞受害，此事本座可以帮忙，二位不妨在此歇息几日，待有劳了。感激不尽。几日后，白尘打探到了萧王藏身静云山的信息，二人随即启程前往。怀州师兄现在身手好生了得，云川大师兄若是还在，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哦，我失言了。没关系，你有事找我。有一封师兄的信，是云川师兄寄来的。怀州师弟，未获知萧王在静云山，正启程前往，若十天后没有我的音讯，请将随行的法器交给掌门，凭此物可找到当日岐山那只狐妖。师兄，信里都讲了什么呀？云川师兄有难，我得下山一趟，这封信的事你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师兄路上小心。
这里就是静云山了。按前辈的说法，萧王应该就在此处。走吧。
有漏网之鱼，抓起来。你先躲起来。好。什么地方？咱要是让小王知道我管不，在山洞里，具体点。沿着这条山路往前不远，有一棵枯树，那里有西武侯在炼金魄，树旁有条路直通一处去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求大闭嘴，滚吧。多谢大侠，多谢。小玉，小玉，
且慢，在下赤天，此来不为求战，而是要助阁下铲除萧王。这是演的哪一出戏？并非戏言，萧王过于残暴，招惹太多仇家，如此难以长久，若我取而代之，人岐山的血债必须血偿。你还有遗言吗？我知道你是苍山派的，岐山一役我没有参与。笑话，我句句属实，若不是有意联手，也不必特来找你，何不听听我的条件？老家伙自岐山得了一件苍山派的法器，就有了护身神力，阁下虽然身手了得，但恐怕伤不得他分毫。接着说。那法器到手时已碎下一块碎片，碎片虽没有神奇之处，却能消解那神力，老家伙对此尚且不知。你怎么不自己动手？我若发难，失败便是死路一条，阁下若失败了，你倒挺会编排。那我当你答应了。把狐狸放了。阁下的朋友先由我们照管，只要不把我们抖落出去，事后定当好。
大侠，是我呀！快来救救我呀！
实在是感情道长怎么会沦落到此？本天师云游至此，不想有一群大妖在。是来不及逃走，才被抓的。是怎么回事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道长带大家先行离开，来路已被我清理。甚好甚好，保重。陆兄啊，这前方妖魔不容小觑呀，但想来你也不会。请讲。这是非难辨，孰尽知？道长所言极是。保重啊。